芋花哈，芋花就先削掉哈，就削掉花削好哈。那那马杏仔呢，就爱来做水饺卖哈。所以有时个有丝丝只个哈，有时个会蓬个。那那样红样小样哈，那那呢？所以出来呢，伊就怎么有关呢哈？那手捏呢，直接就挂有手捏。伊就买呢，伊就捏捞捏着那手呢，伊手爱嚼。遐呢嚼做呢买呢，买起就开火哈，开火哈，那么手就冰哈，冰冰烧烧哈，伊就个手呢就会嚼哈。直至呢，差不多叫做直寸的哈，开火哈，来，哎，那捞搞得哈，搞得好呢，将来那就着捞个油哈，油呢差不多着腌熬的样哈。后呢就放落去哈，放落去炸哈哈。哈，我就还炸焦色的。后呢炸干哈，炸哈有这些会金亮好哈，就了火了加慢哈。那老妈呀，温有十分钟已经熟了哈。现在呢熬好哈，那那就看开海冷眼哈，看我再叫点人，那熬出来了哈。点点油哈，点点油哈，那那呢就落个汤咯哈，落个汤嘛就慢慢落，不多挂瓦汤来呀，那就落个水咯，对，还再来点滚滚，我一个提提了，对，还落落，慢落个哈，就差不多腌就好，干腌几个熬干拿就好，这样了哈，就拿拉哈，再煎两煎两下。把水把汤现在快加水好啊哈，现在就倒起来哈。